我好黑呀、啊！为什么？是不是你的帽子把我的光遮住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帽子顶多只能遮我的脸。我的口罩可爱吧？一般吧。可爱，好可爱，哈哈，好可爱啊！嗨，今天的 YQ， 因为我们房间网太差了，所以我们俩到了酒店的门口。我们两个像臭要饭的。你滚！你是臭要饭的，我不是，我是打翻你的。来吧，来我房间送一个用爱发电，你就能把我打发走，我就不在这直播了。你骗鸡腿骗到我头上来了，我没有骗，是他们心甘情愿给我的。来，咱心甘情愿一个让他看看。不给，不行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我不是那种要鸡腿的人啊。你就是。谢谢可口可乐大果龙的奶茶。谢谢 H 玫瑰花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一定要站在这里吗？对啊，我们进去坐着播呗。谢谢啾啾的玫瑰，谢谢皮卡皮卡的奶茶，谢谢普拉姆汽水的奶茶，谢谢巧克力。要进去吗？奶茶，谢谢水果的。这里也很黑呀。这里有水果吗？你陪我去买个水果呗。我想啊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们就溜达两分钟，有的话我们再进去。虽然我是吃的有点饱，那个需要消化一下，但是大晚上在街上溜达不太好吧。有什么不好的？谢谢一顾清酒的奶茶。我很安全的。今晚吃什么啊？我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是阿花奶茶半步癫。哦，半步癫。对，我吃了半步癫小酒馆，好辣，又辣又好吃。谢谢普拉姆汽水的奶茶。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什么鬼？我保护啊！你保护世界，也保护我。谢谢青姐最甜的十块巧克力。好冷呀，哪有水果卖啊？悠悠，谢谢小巨巧克力。还有没看到的吗？谢瑞智的奶茶，谢谢青尾外的玫瑰。他冷，他牵着我呢，他拉着我呢。哼，谢谢小月的玫瑰花。离你两米远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的话吗？快离我一米两米远。哦，有便利店。便利店里没水果呀。谁说的？我看看那个店长跟我说，反正要在店长打，那就走吧。去店长打就行了呗，业务员。真的呀？那我聪明。其实我也想吃水果，我想喝椰子。我也想喝椰子。那你外卖不就得了吗？为啥要出来呢？你外卖和直播有冲突吗？冲啊！你看，你们看这个，欠宁可。对，你和宁可 CP 比较这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也有，哎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劝你少说话，这个算是不错的。美之源，不知道好不好喝呢？一般吧，我喝过。我看看什么想。那你要喝吗？想喝椰子。我也想喝。没有椰子。我想喝。维他柠檬茶怎么样？我想喝。维他柠檬茶可以啊。要吗？买一罐回去喝。喝完会不会睡不着觉啊？有可能。算了。那算了吧。我明天我们要出去玩儿，怕起不来。谁拆 CP 了？我只是思想合化，怎么办？看到了就有一件累，说一说，真的没有水果。就逛了半天，什么都没买。要冰淇淋吗？算了吧，会拉肚子。哪有水果的？吓死我了！不关我的事情。他推我。没有，你放推我，吓死我了。我需要推你吗？你要推我才行，推我
我不推你。我跟你说，啊，说啥呀？我要推我就推我。好啊，那不好，不行说。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一个令人快乐的地方，令人嗨皮的地方，哈哈皮皮哈皮。对呀、啊。然后。好阴森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好冷呀。不好冷啊，我们走吧。别走吧，我有点冷、走吧，回去回去吧。我不太好，结果啥也没买，连月亮都没有。北京一颗星都没有，天上啥也没有，乌云密帐，真的、好烦啊。给你们看看，是吧？黑不溜秋的，是吧？这个名字有点眼熟啊，你看，不要读出来。为什么不能读出来？真好。你不是说对面有是这里吗？上次你看到的好像是，哎，不是这个。要不还是买点什么吧，想喝点啥。那好吧，又进去了。老板说这两个人鬼鬼祟祟、倒也没有鬼鬼祟祟了，而且还举着两个手机，不知道以为我们在做什么。那个探店，对，探店节目。小明同学，我喜欢喝这个。我看看我喜欢的有没有。那就涨不了呗，行。啊，我也喜欢喝这个荔枝，算了，我要喝。你喜欢荔枝的味道吗？对，我就一瓶，给我，给我。就一瓶。就一瓶了。分手快乐水。哎，很适合你。分手快乐水。我的是励志汽水，我很励志，好吗？励志。那你要啥？我看看。你买个杯子吧，我倒点给你。我不要，谢谢你。那我倒这个盖子里给你喝。这个分手快乐水是什么味道啊？樱花味儿。哦，我不喜欢樱花味儿。桃。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那你喝什么？我喜欢喝维他命。喝这个不会长胡子吗？会啊，我长胡子啊。我也长胡子。我就买瓶喝的吧。还有猫粮哎，这你要猫粮干嘛给我吃呢？你想太多了，你应该吃狗粮。我也别怕，这是上月。我买根醋回去喝吧。什么醋啊？恒顺，是恒顺吧？你们上次说的，现在梨根的奶茶。哦，镇江香醋。啊、好困了。睡觉吧。谁和你睡觉？我说好，那你说清楚点，走吧。天哪，这人啊！我也不允许你在言语上吃豆腐。这样想的，这个大婶儿。什么？这大婶儿，大婶儿，我说完了，大泡芙。我要买一个泡芙，是什么呀？咖啡吗？别喝，起不来了。
快点吧你。你等会儿我，着急了。那我叫我喝维他命吧。你买吧。你要付钱哎，朋友。就这个，给你看。我看啊，我会付钱的。那你就得退出直播。谢谢云娜的巧克力，谢谢。那我就要喝维他命。谢谢布丁狗小丽的皇冠，谢谢。太傻了，我没有手。然后这样。你说这几个味儿，我每次都喝绿色。白一点。嗯？都很黑，算了。谢谢您。祝您多喝荔枝汽水。又在追我。他还在挑呢，没见过这么磨叽的人。每次等他就说马上十分钟，结果他磨叽好久。16，16。哦，有水溶丝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今天要喝这个，谢谢拉拉斯加台湾的奶茶。对啊，怎么买了一瓶这么甜？走，我们去付钱。付钱阿姨，15.5。看一眼付钱的人，不要付完钱就不用看了。不要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又被我第二次从这出来。你是故意这样逗我笑的吧？我没有那么无聊。你干什么？你能帮我拿着手机吗？我本来想帮你拿饮料的，你非让我帮你拿着手机。我想喝一口。手机更重。好吧，我想喝一口。啥也看不见。哦。怎么？哎。好喝，好喝。给我吧，给你吧。自从认识了张真姐以后，我的直播越来越黑了。你的直播越来越勤了呢，你怎么不说？那跟你有啥关系？对。那一定是我这个勤劳的小蜜蜂苏醒了。谢谢嘉哥的皇冠，谢谢。啊！梅花江，梅花江，我们互相在家找。谢谢丑八路大闪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哎，不是这，差点走进去。先回去吗？回去呗，因为太冷了。谢谢嘉哥的奶茶，我好喜欢这个旋转门哦。我就喜欢。哎，好棒！我明天出去玩。嗯。我住同学啊，但他这两天来了，我就过来了。谢谢尤娜的巧克力。不睡，或者再睡，没妆没事。明天我玩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没开瘦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啥？要不转两圈玩玩？我没开瘦脸，为什么要弹啊？他自带的吧？这
订了两天，你订了两天酒店吗？订三天呢。对啊，前两天不是说订三天吗？嗯。谢谢斯凯莱特的奶茶。对，口罩，戴口罩，因为跳了太久的舞了，然后上了太久的课了，脸有些。我看我摘口罩，看一下丑不丑。我不敢摘。谢谢黎哥的奶茶。哎，我都快成那个虚拟偶像了，真的。哎呀。上海公演没有了，我听说了。上海疫情很严重的，太黑了，眼妆都花了，我整个还是戴着吧，花很久。他不能玩太多天，他要回去上学的。奥老师昨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没接到，他还问我说我这是不是有疫情了？好丑。说我还能正常返校吗？问我。谢谢利口利酱的奶茶。我超容貌焦虑的，你们不用劝我，我很拗，我很倔。谢找瓜的茶送的玫瑰花。他说他明天告诉我返校要求，主要是我不返校吃亏的也是我自己。最近太丑了，可能这学期就废了。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学期废了，那不到时候又得多搞一个学期，那太难受了。说承认我丑了。上海有星啊！我真的超级一超级帅。我真的好想把我的头发染成黑的了，现在掉色掉的很丑。你的发色也挺丑的。我也觉得很丑，会流。因为我主要是我现在一半黑一半黄，更非主流。对，下次你们看到我们的舞台，我们俩肯定染得漂漂亮亮的，对吧？对，你染头发。谢谢路人的奶茶。什么好？不是，我想染一下，因为这个头这个发色是我拆完之后它掉成这样的，这段时间它掉的。染完之后，谢谢枕上师叔的皇冠，谢谢。我不喜欢非主流。这是楼下门口。谢谢可娃路的大闪。我不银发我怕会，我没开瘦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一抖一抖的，我赶紧把瘦脸都关了。可可爱，我要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。别了吧，绿色最丑了。那是台词，刘星的台词。哦哦，我刚才想说，你要是染成绿的，我就和你再见。我怕我没有机会。我真的一言不合就尬歌。我在北京啊，还在北京。那首歌怎么唱的？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，流动中的美丽充满。我们在酒店楼下，因为我们房间网播不了。谢谢。哎，我没曾想到我有这么努力的一天。我想过，我每天都这么努力。你也很努力啊，你在上学。吃了 CD， 上海没有回不去吧？可能过些日子会再接，如果我头发没有型的话。对，现在是蹲着的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有是有座位，但是离这个镜头，你看，我要是坐的就成这样了，就成这样了。我这样，北京欢迎你的，我这样好累哦。真的吗？短发好看，我短发会显脸大。我又来了，我超容貌焦虑。我发现我和他都很喜欢蹲着，是吧？我特别喜欢蹲着，我也是。我干啥？我就是一累了我就蹲下来。去了上海再去云南会很难。哎呦喂！可是我看了北京到云南，可能真的有点渴了，是我买不起的程度，好吧？太贵了。开心啊，很开心啊。胃痛蹲着会舒服。小腿会变粗，这就是我腿变粗了的原因吗？我觉得我也是，我腿也变粗了。我以前我自认为我腿挺细的，我最近真的觉得我腿变粗很多了，但我不知道为啥，可能吃的吧。但我以前我怎么试我腿都不会长胖，就是都是长肚子或者长脸上。对，我以前也是，我怎么吃腿都不长胖。对，但现在我腿就突然变粗了，我不知道。
一瞬之间。你们都在夸我，我才不信。要不知好歹了。我不瘦了，我这次回天津胖了好多斤。公演跳出肌肉了，那也不是不可能。咱就是说咋也不知道，咋尽量吧。我长在肚子上，主要是这两周也是就很也是停公演的状态嘛。谢谢荧光棒。留长，我是想着留长。然后也是云公演后面嘛，因为头发就因为停了公演，我不回学校，我干嘛呢？我当然要抓紧上课了。我前些日子瘦得很那个，突然没有他蹲在我旁边，一直在变瘦。就前段时间怎么吃都瘦，可快乐了。我没看瘦脸，为什么一直在一动一动的？那你肯定偷偷开了，我帮你看一看。真的，看一下。昨天咱们开完之后，我就没有再开了呀。美颜，你看零啊？哦，是没开。我没开。我现在好。抽签结果什么时候？我们也不知道啥时候放，对吧？不知道，好像十几号吧。哦，我们也不知道。11、12号吧。跳舞也长肚子啊，就是很多人的身体。云南也有，对啊，我这个人我也太难了吧。真的，上海有，云南有，北京也有啊。哪里长肉是就海，必不可疑的那种。11号，今天几号？今天8，今天9号，那不快了？11号公布不很快了？那你们马上就能知道了呀。对，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抽签是不是很紧张？是挺紧张的。我抽完了，我差点。对，我们是大明星带星，带明星，已经10号了，那么明天就有了，你们急个啥呢？再说我们已经做好面对的准备了，对，我们已经做好面对的准备了，希望大家努力拼搏，创造未来。谢谢黎哥的99跟大闪，他像个呆子。哦，他就是。我们的口号，哦，我们录过。我们录的口号，我想想，哦，我记起来了，可以说吗？可以说。可以说啊。啊，我记得是什么用只言片语打的你们。你们片甲不留。是谁给我们的自信说出这种话来？不知道。这是张志杰想的，我保证与我无关，与延庆无关。不是我吧？是你想的，我怎么会想出这种话？真的吗？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，我从来不。我也很谦虚，好吗？我从来不说这种话的。你打谁打的片甲不留？我就问你能打谁？我们当时是那个吧，就是。哦，说当时不是说口号，就说一句狠话，所以我们才就是就是很谦虚了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staff 姐说要说狠话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说啊，我们怎么能说得出狠话呢？我就是这样子说的，啊、然后他就来了句这样的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这样我肯定是这么说的呀。我们杀得过谁呀？来，像我这样的怎么可能说得出狠话？我们杀得过谁呀？你就这么说吧，好吧。我很谦虚的。谢谢生相的奶茶。你自己打气。对，气势要有，我们气势要有。谢谢荧光棒。有人叫你老公吗？有啊。你说成员还是粉丝？粉丝呀。哦，成意思是成员有了。不是，很心虚呀、啊。我只是问你哪个受众人群。你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是不是我对你了解太少了？哎、看错人。不是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没说话了，你怎么还在？他们说呢。嗯、
呀，我是想说刚刚弹幕里有人叫我老公呢，你们炫耀一下。你们一块这么多人叫我老公，我挺害羞的。别呀，你们！明明人家叫的是老婆，好吗？弹幕。谁说的？你就你看啊，刚很多挑，全是。没有，你说错老婆。你们，我无语。怎么还贴脸呢？哪有人叫老婆是贴脸？可是确实很多人叫我老婆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和你不一样。对啊，就翻翻牌，太多人一起叫我了。以前也是，我以前我粉丝也叫我老公的，叫我老公和哥哥。对，是男的我就打咩，因为太奇怪了嘛。我记得也有男生叫我老公，我也有男生叫，有吗？你们有男生吗？不要叫我小兔兔，救命啊！咦，你们好那个呀？偷窥一下他的屏幕，弹幕。什么好了？卡了吗？哦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今天不是小兔兔，我今天是小猫咪。看这个。不是，我鼻子没有那么丑，为什么上镜了以后我的鼻子都被磨没了呢？就显得我像一个……那你把磨皮关掉呀。我开了滤镜。哦，我从来没开滤镜哎。算了，开着吧，开着吧，就这样吧。嗯。我不可以再来一次小兔兔，你别激动啊，别那么大声嘛。这是猫，这哪里像狗了？我觉得花了都没有了。开始 please 不行。我公演看着好瘦，因为我在公演前，我从出道到现在，每次公演前的一天。一两天，其实我几乎都不会吃饭，因为我以前特别胖。我们在酒店呀。我以前110多斤，然后我来了之后，当时姐就跟我说，你得瘦，你不瘦不让你进艺队。然后我就不吃饭，每天不吃饭，不吃饭只那个，只干嘛来？哦，只上课，然后每天只吃燕麦，那种即食的燕麦，吃两口。里面的葡萄干什么的都要吐出去，为什么？这样坚持了三个月。葡萄干多好吃，因为会胖，因为当时吃不了一点。最喜欢葡萄干了。不能吃，我以前，然后我就不吃饭，三个月。没事，有张志杰在呢，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那个，对吧？嗯。就那，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我的心理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我当时三个月不吃饭，所以我在只要看到米饭我都害怕，然后只要看到带油的菜我都会害怕，然后每天晚上只要做梦梦到了吃东西我就会哭醒，因为我怕长肉啊。我可没有这样的烦恼呢，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队舞蹈老师都是跟小后辈张瑞杰说，哎，你看人家言庆多瘦，腿多细，你要减减肥。哼哼，羡慕羡慕。对，然后那段时间就这样，就每天都在哭，每天都在哭，因为不能吃饭。那只是曾经。然后那个，只有当时我跟赵天阳不是还在北京嘛，然后他买的那个麻辣烫，他说小婷你要不要吃两口？主要是当时不是还有小林在吗？就是我初代室友。三个月了以后啊，三个月了。小林腿超细，我就用他的那些什么，就他吃的那个麻辣烫，我倒在一个小碗里，而且以前就是过十遍。就是那个时候的N队就是全是瘦子，不是说现在不是瘦子的意思，就那个时候太瘦了，因为大家前辈们大家都是70多斤。
就很甚至八十斤都没有。出去就我跟赵天阳出去玩，嗯，对，太瘦了。到了饭点儿，然后赵天阳吃了肯德基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要一杯玉米杯吧。我只一天只吃一个玉米杯，就是都是三个月过了。像三个月以前呢，那三个月就是我怎么过的，每天当时我还在排羽化成蝶呢，当时在排羽化成蝶，然后每天上到半夜那个课，然后不吃饭，白天要上预备生的课，晚上要上羽化成蝶的课，然后不吃饭。然后当时我就有的时候太饿了，太饿了就会奖励自己两口苹果。那你很好养活哎。对，那段时间是，但是确实差点人去世了。对，不是好好养活的事儿，可能后来还有身体就坏了，身体就特别、okay. 那个，然后我就回家嘛，回家我家里人就哭，家里人就说啊，你上次和我的拍的那是好久之前了吧？然后家里人我好久都没见过，看了中医，然后中医就那个给我开了很多中药，我才调理的好了一点。哎呀，我脚麻了、我要坐起来了。好。坐起来光好丑，那我还是蹲着吧，受不了，现在蹲着也没有好看到哪去。但我因为节食就有了反流性胃炎，太黑了，就反流性胃炎，就是我吃什么会吐什么，但是肉还会继续长。就播到半吧。好，别睡太晚了。嗯，再播两分钟哦。谢谢黎哥的奶茶。哼，哎，我怕大家习惯了我这个直播频率，天天我会一直就是都想看到我直播，一天不看到我直播就想我想的要命。谢谢拉拉斯加海，那可怎么办？谢谢路人的奶茶，谢谢叉叉幺幺。对啊，要去学校，我怎么可能天天直播吧？给我补充糖分吧。对呀、我咋也不可能天天化妆呀。那我素颜播，我素颜戴口罩，没关系，不重要的奶茶。谢谢小素颜戴口罩播，我戴个墨镜播，怎么样？补那段时间的糖分吗？谢谢小欧的奶茶，谢谢千帆的奶茶，谢谢四毛歪歪。别了吧，你们好，我不好。谢谢好配的奶茶，再说在意，此事在意。谢谢一毛小子的奶茶，嗨，谢卡哇伊也是一的五块巧克力，一整个在补充糖分了。你走开。谢谢我的宝贝啊的奶茶。谢谢深二胡没有，有那个小提琴。企鹅的奶茶，我现在小提琴已经积灰了，在家里、会好好玩的。我不是健身教练，新的一个学期谢谢冰淇淋的奶茶没有选小提琴课，发翻牌呗。我突然都是糖分，隔一段时间总会清空的，补充我逝去的糖分的过程。谢谢酒铺的奶茶。好的，你给我我的老粉。谢 A 叔巧克力，不是特效哎，就是这样子。谢谢火星人，只爱火星人的巧克力。对啊，都蹲着。我以前挺喜欢运动的，我以前挺不喜欢运动的，哎还好了，但我以前跳舞嘛，所以就运动。还没见过我真人，那你可太亏了。谢谢拉拉斯加海湾的奶茶，好好笑的感觉。干嘛？哎，你这好白哦。又开滤镜。啊，教教我，我看哪有滤镜啊？就这个魔法杖，就像这个权杖一样。你用的是哪个滤镜啊？胶片。胶片。哎呀，什么阴间滤镜？嗯，不适合你。我都试了一遍，好阴间啊，好阴间、是白一点。这口袋真不行，我觉得就是以前的直播就没有美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一些磨皮，我觉得特别好看呢。我也觉得以前那样。对，现在多了这花里胡哨的功能，什么瘦脸啊、大眼啊，什么反而变丑了，真的。我这边才不少女呢，我们这边叫质感胶片风。质感胶片风，你们不懂。大王跟大王反应弄，大王会觉得你是老几呀、
为什么戴口罩？因为今天太疲惫了，已经到这么晚了，妆花了。谢谢嘉哥的奶茶，是不是该下了？是。哎呀，我今天你还在看《跟谁连麦》呀？没有。我看到了。那你要说的话，我看看吧。行，你连我走了。哎，别呀、啊，我去看看有谁。你上不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没卡、啊。我上去。你唱什么歌啊？晚安神曲。晚安神曲是什么歌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想听啥呀？哦，你快点、啊。除了前座吧，嗓子哑了。哎呀，好久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一言不合就唱歌，没办法，这不行。一言不合不是我习惯了，我每次下播之前都会唱一晚安的歌。天哪，他太卷了，我不要这个样子。这有什么可卷的？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呀。怎么了？来来，你先。啊，谁是单要和你唱了？我昨天唱的嗓子都哑了，我也哑了，那我不唱了吧。大家让他嗓子休息一下吧，嗓子真的很金贵了，等会儿他最爱拍档都唱不出来了。要累着，我怎么感觉你更累了？打喷，好像六成我在顶六。腾哥，这不是腾哥，这是那个乐队杨坤。我卡了。那我用气声。被放飞的气球离开我影子左右。晚安。还是唱吧。人家跟你拜拜了，不必了，吓人。但我都说了，但不说不必了，吓人。回来说我六分了。我帮你管。不要。来，我们一起唱。那你再那好好听着吧，好吗？怎么唱来着？我粉丝都跟我拜拜晚安了。我唱完不怕他们说我六分。什么来着第一句？被放飞的气球离开我影子左右。你不气声吗？寂寞广场陪着大笨钟等候，好像留着我在停留，反方向的后面怎么人不说话了？好尴尬呀！瞬间，可反方向的人群退后，只是突然想起你身空空的左手，一个人晚安。一个人晚餐，唱错了、啊。一个人晚餐，一个人晚安，床头抱枕枕着我孤单，落单的手机，安静的夜晚，不想这心情会变成，他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会变成必然。因为家务在你的肩膀，谢谢大家大闪门，不要在乎世俗的眼光。谢谢没关系不重要的99，谢谢熬夜。哎，谁点的酱子啊？你啊？我唱的。你应该唱一个伤不起。我突然唱的，我突然在这唱，没想到吧？我们刷子座的思维就是这么跳。你昨天唱好运来，结果呢？也没有很好运吧。我刚刚没有看到那是谁送的50根大闪，一会儿你告诉我一声。不，你再送一次我就知道了。
骗子，他是鸡腿骗子。我发谢豪配巧克力，我已经看出来。刚大家都送了大闪，我都没看到。他连五十根大闪他都要骗，我的天！什么叫五十根大闪？我的天哪！他五十根大闪他都骗。谢小鱼不吃柠檬鱼的大闪，房思佳的行为，我和房思佳没有这种行为的关系。就是什么叫联动，这可是我粉丝送给我的应援礼物。我在唱歌，他们就在那挥大闪，但咱能挥紫的吗？啊、没事没事，你是绿色，送绿色也可以。对，你颜色紫色？对，我是紫色啊。哦，我以为你要加入我们 N 队了呢。咋就突然挥紫棒子了？谢谢大家的大闪，谢谢。你说什么要听伤不起？我不听了，咱们睡觉吧。哦，谢谢大家紫色大闪。哦，你要睡觉了是吧？那我去睡觉了，悠悠们。嗯，你们要早点休息。他终于肯睡觉了。呵呵。谢谢双浪的99根大闪，谢谢。看来刚刚是你送的吗？对不起，如有不同，纯属巧合。居然被你骗的？不是我骗的，人家心甘情愿送给我的，他觉得我很值得这99根大闪，你说对吗？你看，嗯啊，不是啊。谢谢一路行走奶茶。谢谢布丁狗的小皇冠。我很值得这皇冠，嗯，是吧？不是回的前一句，不是你送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不是你送的五十根的意思。你刚刚说的不是。没打起来。祝你晚晚安安，睡一个好觉。好，那我下播啦。那我也下播啦。好的呢，早点休息，大家。拜拜，拜拜。早点睡，晚安，早点睡。